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30集，今天给大家做极速星系列，Voyage Class 的 Override。Override 呢是这个角色呢，在银河之力，它是美版的名字，在美版里头呢，这个人物呢配音是一位女性的配音，所以这一款 Override 应该是个女角。那如果是日版的话呢，它应该叫做 Neutral Convoy。就是应该讲氮气科波文嘛，那当然这个科波文是有点类似于是至尊的意思。那总而言之的话呢，因为它的名字呢取名叫 Override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女性角色来做一个分享喽。然后这个有我已经拿出来把玩过了啊，这个依然是可以直接取出的盒子。那我们看一下，作为一款 V 级的玩具呢，其实。偷工减料的情况呢，多少还是有。在人形的时候呢，脚后面稍微有点单薄，但是如果你以车形态正面这样来看的话，我想从视觉上应该也能够感受得到，它的塑胶还是比较扎实的，这个白也很漂亮。感觉的话呢，是以往的，我们经常说的以往日版玩具的白才有可能这么样的一个血量。然后呢，轮胎是非常漂亮的透明部件，而且它是有。胎纹的，那前后都有。那这个胎纹呢，直接导致到说，我们在推它的时候，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很久没有能够听到这样子滚动的声音了啊？首先就是胎纹在桌上滚动的声音，第二个，它的流动性很好。这个终于又出现了铆钉的状况，以及。透明部件啊也是有的，这个红色的透明部件非常的好看。那么呢，它的车形态下啊，你可以看到前面这里，它的一个形状是一个应该是 X 嘛，对。如果你在从人形变成车形的时候，在组合这一片的时候，你可能因为我们平常的话呢，我们都习惯把这个部分啊把它给打正打水平，但其实它是斜一个角度的，这样子来扣呢才能够正常的扣上去。然后呢？在底盘的部分看到机器人的手就握住两个凸，那这两个手臂呢，拳头是有一个反转过来握住的。那我觉得也不赖啦，就是用拳头的洞啊，来直接替代成组合用的洞。然后它的背后这块部件是可以拔插起来的，它是一个像是我们可以说它是引擎还是什么啊？就哎，为什么我扣它扣得这么紧啊？如果拔起来的话呢，就非常的难看啊，完全没有赛车的样子了，很丑。那我只是要跟你说一下，它的这个，炮的话呢是可以伸出来的。如果说呢，你跟我一样闲来无事，你想要把它反过来插，你会发现，基本上做不到。那为什么我想要把它反过来弄呢？因为，我本来想说呢，能不能够在，这个情况下，能不能把炮伸到前面？但是事实上是不行，会卡住啊。就是稍微有一点，只是想尝试一下。那这个武器的话呢，完美的呢变成一个。补充车尾的一个部分，我觉得也做得可以了啊。那原则上来说呢，它的车型已经是非常的好看了。我当时看到官图的时候呢，我就已经有心动到啊，这个玩具的话呢，是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入的。然后作为一款 V 级的玩具呢，价格呢也是比较贵一点，特别是现在，才刚推出，比较抢手一些。然后这里中间是有个空洞镂空出来的。那但是对于造型来说，我个人觉得是加分了啊。那我自己最喜欢还是它这个一个形状啊，非常特殊的一个弧形这样过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。首先的话呢，这个背后的武器我们可以先把它给取下来。那在变形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地方有一个红色透明件有扣进去，把它给松开来。然后呢，两侧的脚再给打开，把这个腿的话呢给推到这边。然后呢，往上扣上去。这里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咬合的卡扣的，要扣到这里面。啊，其实这款玩具的组合卡扣点呢非常的多，真的非常的多。然后这个部件推上来之后啊，推过来，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一个缝，这里有一个凸啊，记得这样子过来，把它给扣上去。啊，这个腿的话呢，转个方向到这里。那这边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，推过来，这里有一个要咬合的一个 C 型扣在这里，我们把它给扣上去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部件推上来之后，顺势转过来就行了。这里有一个组合的卡扣，不对，这个脚掌先翻出来，到这边扣上就行了。然后呢，把这个两腿的话呢给摆正，这个腿的变形呢就算 OK 了。
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把这个手臂先把这个拳头呢给分离，跟这个两个凸分离，然后呢手臂的话呢，手臂的两侧中间这里是有个结构卡扣的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给解开了。你只要顺势的啊，透过这个轮胎这个地方把它给转到外侧去就行了。转出去之后啊，我们先把这个部件给整个变形上来好了，到这边。然后这里啊，这里有个变形比较巧妙一点，整个部件翻下去之后，这个地方到这里啊，然后我们这个手这个地方，这里把它给松开，这里有个卡扣，把它给松开之后，接下来的话呢，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，这里是双动关节，而且它内外有一个可以伸缩的关节，这里每一侧要扣三个卡扣啦。这里不是有个红色的凸在这儿吗，它要扣内部，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凹扣了进去，然后呢后面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组合卡扣，这里再扣进去之后呢再扣上面这个地方啊。那其实呢我的做法是从下面往上扣，那顺势这样斜上推上来，你看它全部都扣进去了。那这只手的话呢就转到这个以手肘能够弯的方向为正前面，然后拳头要翻转180度啊，这是一定要的啊，必须做的。那这里的话呢也是一样了啊，从这个地方这里解锁之后，整只这个胳膊这一片零件都整个可以动起来了。我们往上折上来之后，然后扣三个地方，先把这个红色的这个地方推进去，先推进去扣到里面，这里把它给推进去扣到，然后呢再扣后面这里，最后再顺势的把上面这个地方扣上去。那这样一来的话呢，两边一共六个卡扣呢就给扣上去了啊。那我们这一款 override 这个应该怎么翻译啊，覆盖吗还是叫做超越啊，就完成了它的变形过程。那刚刚提过了啊，它是一个女角但是似乎没有女性角色的一个特征啊，你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，但是也无所谓了啊。它的美版配音呢就是一个个性，就是听起来那个声音还是要稍微有磁性的女性配音员的声音。那我们把这个武器啊稍微整理一下翻出来，上面这个部分啊是可以调角度的，这个地方可以调角度，看你喜欢调到什么角度，那武器呢就可以握持。好，那这个武器握上去之后啊，警示度是很好的。那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人形状态下呢，正面非常好看，但是背面的话就是它的死角就比较多了。这个地方啊，你可以看到这里一整个玩具的廉价感呢集中在这一段啊，特别是这里这个连接感啊，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难看。还有后面这个地方整个空洞啊，外摆内收的这个关节就完全暴露出来了，非常的可惜。那后方的背包只能说造型实在是太单调了一点。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武器扣在后面，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正面倒是挺好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面雕，眼睛是水蓝色 ，MP10 的水蓝色，非常好看。金色的脸部，头的话呢，后面是一个大量的透明部件，但是并不会反光。手臂360度转动，而且这个手其实造型很好看，里头是一个圆形的轮胎翻过去的，外摆内收。然后拳头也可以转啊，刚刚提过了，变形的时候呢是有需要的。腰身可以转啊，但是后面这个背包会限制住它的一个行动。那你可以看到它身上其实没有什么球形关节啊，并没有。那外摆内收也在这，然后这个地方往内只能折一些些了啊。脚底板很大，站立性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。那么我个人也蛮喜欢它的一个轮胎，它这个轮胎一样，它是有一个特殊斜的一个角度啊，并不是很水平的，也不是很垂直的。那这个玩具的美型度来说，车型它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赞，人形就是背后有死角，然后塑胶很硬很结实，算是最近的 Voyage Class 的玩具里头呢，摸起来的手感来讲可以说是非常好的，紧实度也很够。然后就是这里可能毛病比较大的在这吧，那么既然它的名字命名叫做 Override， 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女角吧，不知不觉也给大家加了不少分数，对不对？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玩具还不赖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呢，可以考虑把它给收起来。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